说到聊不出来，都想聊，还有啥子症状？我给你检查一下噻。莫怕。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。我天天做索道过江，居然从来没有看见过你。也许是我太关注这个城市的风景了。你叫我是摄影师呢？啊，我叫谢小萌，叫我查尔斯好了。每当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就强烈地感觉到，城市是母体，而我们是生活在它的子宫里面。又梦。刚才我正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突然一抬头就看见了你。你身上有一种东西，深深地打动了我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母性，伟大的母性气息。这是不是我们原来省的鱼的啊？是噻，你偏心儿噻！你们南菜说全部用鱼子来煮。扯扯扯，都扯了！把那石头拉到车里面，张师傅在那儿看一下啊！搞快快快，扯了扯了，看到扯了！哎哎，动作快点噻，免得我麻烦。哎呀，老谢，还是你厉害！你看，八个月都没发工资了，你都搞得有声有色的嘛啊！啥子事嘛？哎呀，哎呀，我们冯董体谅你们。那这个钱你们肯定是还不上了噻！哎，这个地你早就抵给我们了，我们冯董有你那个合同，把字签了，哎，两清嘛。要我说啊，早点喊大家下岗嘛，这个才是做善事，早死早超生噻。不是还差20多天吗？屁大点事儿，你大前大早做啥子嘛？撤！小心点嘛，老子西服。经理，所以，哎，你要是什么都不会，我可就把你给围脖了啊！嘿，我真就给你围脖了还。看什么看？来，你好，那是你的车呀？哎，违章停车的嘛，请出示你的驾照啊。运营证呢？有，找找找，车里边有。来。您抽根烟，不回，谢谢。那您说我们这车不停这儿，这搬家我们停哪儿啊？我们确实也是不知道。您给通融通融啊。搬家也要遵守交通法规噻。赶紧走！这买卖做不了了。不见棺材不落，扯死你们！雷劈死你八次也中不了一次。
你还买？一人坐连自行车都不让你骑，你还可以开车。哎，你不要跟别人说啊，我拿厂里车来收一下。哎，包括送我们厂子吧。你穷疯了没？你还指望天上掉美元啊？高科技了，无人驾驶。没看到，别摸我，开不了不要开嘛，狗是瓜娃子。哎哎哎哎，好好说话啊，莫骂人了啊。老子骂你咋子嘛？骂你咋子嘛？你们老子扯撞，老子骂你咋子嘛？老子打你，晓不晓得？哎哎哎，哎哎，什么？救命！什么？救命！什么？救命！什么？哎呀，警察，他们打人，他们撞车打人。那你们看是公粮还是私粮？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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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那个撞了至少都要8000，车都要5000，拿钱来。搞快了，搞快点，这么多。到我那里只有3000了。3000？万一车子跑呢？这样子，驾照拿来，等把车灯赔了再还给你。来，今儿日子饿多了。卡上肚子2000多了。盗窃分子伪装搬家公司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大方的将他人财物搬运出门，希望广大民众提高警惕。你换啥子哦？想好了没得？想好个屁！捡个烟屁股也捡不出个红塔山。你又不发工资，我下那么多干啥子？你看，你看，老坑翡翠、故宫里面的那块都没得我们的成色好。要不是张师傅眼尖的话，这个宝贝自己还码在厕所里面的。那可是我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展览，翡翠大台，经济畅行。展览要是展方了的话，哎，那个石头可都是天价喽。你是我们厂里唯一的一个尽孝的人，200多个职工全靠你了。关键时刻，你可不要拉稀摆带哈。我在警校学的是刑侦，你叫我做的是展出看护，这种事情你要找保险公司嘛。光保险金都是好几万。省点钱给职工们发点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好嘛，8个月工资4800。发发发，全都发。炒作，玉皇大帝拉出来的胆结石也值不了钱八百。闯出来个鬼！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来，扣你个娃的驾照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这块地一定要想办法搞定。如果这块石头突然消失了，老子叫你飞！百步穿杨，百步穿杨。高手，隐藏的够深的。
裁缝，是服装设计。您说吧 ，How much？ 10万美金，要不要订个房间？一台车就够了。展览区展览中心嘛，跑那里下搞，不能不那里。那里是旅游区，流动人口是最大的隐患，那是竞争常识，你晓不晓得？一个跑位科长，他能看块石头，你还给我讲啥子东西竞争？我们要的都是旅游景区，恁个的话还可以把宣传费都省下来了。你是省了宣传费了，一个破香堂门都关不拢，我们保卫科工作哪能搞啊？要是拿起可乐人民大会堂，还拿得来干啥子啊？莫吵莫吵，吵啥子嘛吵？互相都是为了工作，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。老包，厂里闲散劳动的恁个多，你都组织个保安队嘛。爸，爸，爸，又啷个了嘛？出车祸了！你哥的是一天到晚都搁那惹祸。哎呦哎呦！哎呀，不要抓嘛。骨头没着，筋着了。今天我开小四的车，我撞墙上了。小四那会儿都在医院睡去的。你说哪能个少我？打打打！你都晓得打。人家小四那会儿就在医院的，你先给点钱给我嘛。要是啷个生了你那个败家子哦？没得钱你给我滚！哎，老谢老谢，娃儿的事哪个发那么大的火嘛？爸，救人要紧。如果小四出啥子事情噻，那都不是钱的事情了哟。你早晚要把老子气死。要好多嘛？你先给5000块我嘛。5000？你为你老二去开应酬金说，多那个点儿，没得。那个点儿啊，不得够。哎，卡呀！卡卡卡！老子一刀砍死你！来来来来来，老谢老谢，莫家伙莫家伙，老子砍死你！哎，我走我走。失去理智了。搞定吗？要浪漫先浪费了，谋钱怎么扣雷啊？谋钱问你老爹要了。你跟你爹地讲，你就说你被绑架了，我不相信你的爹地不管你。你爹地都其乐无穷啊。好了，不同你讲了，还在开会呢。往哪儿见呢？看着点儿。对不起啊。叔啊，你看，这上面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哟，兄弟，中了50000呀！啊，中奖了？嗯，那这怎么领的了？看证吧，
这不写着吗？北京啊。北京啊？我没去过北京，怎么的？你把它卖给我得了，正好兜里有5000块钱，怎么样？我哎，同志，人家中的是5万，你给人家5000，你那叫蒙人。啊，兄弟，我给你10000块，中不中？这写着5万，这是。下车，下车，我给你取钱去，我带着卡呢。啊，20000。我不会用，我就要现钱。我这带着现钱，5000块。大姐啊，我不带那么多，咱们俩凑一块儿，花10000块把那个奖买过来，兑完了奖，咱们俩对半分。上午了也没收成，这账不转呀，恐怕不成吧？哎，严什么严？你这是这些钱不就行了？费这事干嘛？哎，要不然咱回去搬家吧。搬，再搬就搬到局子里边去。我还不信呢。下一站。给你三次机会啊！我看你认错人了。不的，还剩2分了啊！先生，请你放手。哦，别走呀！我顶你个肺呀！光天化日歹徒行凶，人民警察英勇负伤。无心警察没得经验，没得经验。要我说啊，对待那种坏人，就不要讲啥子文明执法。平时包包头装了白灰，遇到去，啪的往脸上一敷，还能让他剁着？包括那个对哪点？正对展台，正对展台。哎，你这哈儿啷个又高压线嘞？为啥子非要有电？嘿，那叫兵不厌诈。天底下比较聪明的嘴还没生出来，喊你画地图，你个老子在那点搞创的没？挂起。报告龙哥。哎，关哈关哈。哦。这个东西从厕所还可以，防嘴敏感度是不是差了一点？还真有人来偷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专业。我跟个这人似的。哎。说啥嘛？我没有时间，我正在工作。你就晓得工作，没事都给我耍消失。我这正忙着呢。啊，讨厌，你答应这个礼拜带别个去香港购物的，通行证都办好了。你们这些个女人呢，就是不明白，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，我怎么能走得开呢？讨厌。啊，这不这就行了，你费那事干嘛？这么好的箱子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哟。哟，你看，东哥，东哥，你看，这厉害，这不是个007？007，008呢？哦，这是个同行啊，他是为这个来的。哦，这清楚哎。这回咱们就有项目了。
800万跑了睡我这种两次大觉。在我那里啊，都值4800。我给你8400，你把它给我吧。你娃鬼迷心窍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眼睛瞎了。差点闯了大祸。哎，啥子事？啊，没得事，没得事。我记得，哎，那个灯儿，灯有点问题哈。三宝，把边上那间给他包下来。OK。这叫高灯下亮。到开房间嘞，607。坐了没厕所的哈。里边的衣服穿了不少的，要走情感路线了。啊，刚入行要低调，兄弟，低调。孩子，搬进炉啊！啥意思哟？你看那个弹性，扯都扯不烂。那个冰刀要不要？居高临下，尽在把握。那个叫叫啥子？这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败。大哥，那叫百战百胜。一个意思。无限发财，包你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从明天开展到展会结束，24小时严防死守，睡觉有个准点就睡。干咱这行不难，要有智商才能上档次。真正是你包治包量，要发票噻。哎哎，怎么干啥？哦，你好，这位的，你好，这位的，你好，这位的，哦，哎，哎哎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们谈完账再谈吧，啊，等会儿啊，就一个象牙兔啊！哎，大哥，哪些坏心？你电影看多了吗？哪儿那么多高科技啊？啊！哎呦，那个呀，还不就按照我说的行了，就直接拿个榔头搁那胡同给他一砸，砸完拿就跑，谁能反应过来，对不对？放一下，放一下，注意你的素质，素质。我叫谢小龙了，叫我查尔斯好了。这是我在香港皇家艺术学院专攻人体式的教学，当然我也会研究一些主题性非常强的课题。这段时间我就在研究母体城市子宫。其实我看着你啊，就有一种好久没有体验过的感觉，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。哎，这样，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呢？干什么你？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就慌张，风吹着修长的头发，轻抚着我那一迷醉的眼。你不记得我了？哎，把地图挂起。哎，来点。啊。养而不惧。我们首先要突破这个外围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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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儿都是有保安的。这个大门口呢，临着街，经常有人过，他是容易暴露。什么素质啊！这大半夜的敲什么呀敲？我该喊去。啊，去去去去去！小辈儿也得烂大门。接着听我说，这保安，我刚才说哪儿了？容易暴露。啊，对，容易暴露。后墙，是我们最容易突破的这个点，啊。高压电呢，容易。你确定那儿没有保安吗？我去看。反正这个点没有啊。因为，你介绍不就行了？你非得说啊？回音屁啊你！2002年的地方是比以往来的更晚一些。杀人不见血。我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，有时候真感觉到美像一把利刃一样，瞬时间把我的心灵给穿透了。大人自个打哟，是不是有男朋友会看人呢？不用他看。我在创作的时候，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。况且，你的男朋友也不是我们的障碍呀。两情若在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嘿，黑得很难看。哎，哎，道哥，你不像蝙蝠侠吗？我蝙蝠侠呀，也就是个烟毛虎吧，雷死我了。道哥，这个破衣服它就根本不适合你。你还能玩高科技？看我的啊！我给你玩个 DS。哎，你们晓不晓得那个老建筑为啥子不拆？那里几个朝代都是万人坑，一到晚上都听到哇哇哇哇哇千军万马的声音，邪得很。哎，都那个量上还吊死过人，晓不晓得？怕啥子嘛？哪个怕了嘛？哪个怕了嘛？他不怕你猎我爪子？哎，有声音，真的有声音，你听嘛。哎，看点德行，警车。消防车啊，消防车啊，那就要着火了，哎，坐炕上去。哎，看啥子？看啥子？有啥子人都好干。喂，帮忙，走走走走，莫在那点，走。你们这是哪个负责哦？我。哪个把你请？哪里着火了？哪里着火了？我还问你哟，都是那点烤羊肉串的。我告诉你，放不火箭是违法的，这个事情我们一定得查清楚。这个东西吗？查查查，查屁还说，都怕你查不到。不都是烤个羊肉串吗？连消防车都喊起来了，也太夸张了。我们已经到了中山路21号，现场没有发现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现在我们警察都查了，多少问题了？走，好的。Thank you.
先不能有绝气吧？你破。你下去小心点，这个大姨拿下行啊！快走快走，小心点，别毛毛抖。那娘，轻点轻点。哎，幺幺九啊，罗汉寺着大火了。小凤翠，小凤翠，来这火了，走看看去。哎，邓二姑。你敢冲！你怎么出来了？敢冲吗？看，你发什么呆？你幺幺九一会儿就来了，我这打完电话，哎哎，王二爷，这票你好好保佑啊，俺就要干成了，以后我好吃好喝，好好伺候你，我天天供着你，啊。
老公，其他的都没动，就电闸箱遭人熬了。还是。这哪来这是？让我不用，要不你坐下。哎，你别顶我。就两口了。半天才爬了这么点地方，哎，你等等我！我手有点软。我手捡花有事啊。你叫啥子？啊，叫着用用。哦，伤得不轻啊！啊，嗯，跟老婆吵架了。啊，你呢？撞到门了。啊，来来来，我给弄。那娘！哎，啥这个嘛？个澡堂子这收钱收到家了，你说个澡堂子伢什么生活都的。行啊。你要坐到哪不出来，麻烦你给我擦干净啊。习惯，等着拉件呢。麻烦你把门关上。小军呐。嗯，咱们这个事儿还是抓紧呢。咱们那个同行已经下手了。什么？哎，今天绝对是火箭军营啊！哎呦，真的厉害！我就说有高科技吧，你还不信？我跟你说，幸亏我跑得快，那就让你跑也够快了，够几条枪了。哎。我不知道那样，反正我上中学的时候跑的绝对快，百米十二秒五。你说再跑这么快，咱还非得射杆吗？那就拿上锤子咣当给砸开了，拿着就跑，就让警铃响了，那不泄露出去啊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倒霉刀，倒霉刀的，这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烦人呢！这个五十，这种一百二，高仿真的要两百。仿真翡翠，便宜实惠。仿真翡翠，便宜。是通的。不对呀，放屁也得有点味道噻。啷个都有我们两个的脚印儿的？难道是踏雪无痕，射云传里头的水上漂功夫吗？净看一些鬼打架的书，你莫在那里瞎扯了。从犯罪心理学上看，后墙挂有邮电的牌子是不可能犯过来的。从痕迹学上讲，井盖有松动的痕迹，都是证据。一有证据，二有逻辑，还有那个，正好说明他们的身份。那个又能说明啥子？哈儿啊！啥子人有那个东东啊？白天搬运，四处打探，晚上下手。哼，看来昨晚门口那几个棒棒儿，八成都是王婆儿的。敢在太岁爷上动土，是太岁爷脑壳上吗？在你脑壳上。把井盖那东西压到。
好了啊，包哥，搞一会儿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出啥子事啊？好好好，管着管着。声波警报器怎么样？高灵敏度。嘿，可以哦，包哥。工程师啊，包工啊。哎，小孟，你那个拍一张砖不少钱吧？哎呀，赚啥子钱嘛？还不是赚两个稀饭钱。真的是为了钱，我哪也都不得来。还不是听说老汉是厂长，生拉活扯的喊我来拍两张照片。我在香港是专攻人体艺术的，结果被深深地逼成一个小报记者。你说，这是不是逼良为娼嘛？耐克，还做照相机呀？哎，包哥，不得行喽！你还是把那盖盖取开噻，有反光的嘛。哎，那个不得行，你老子不开条子，是哪个不能打开？哎呀，包哥。哎，干啥子嘛？我老子老官僚了，我们两个嘛是年轻人噻，不可能像他那个样子那个噻。再说，有的包哥罩得起，神仙都拿不走，不理他。打开，打开。哎呀，我亲自看护，还不是有罪，听到吗？你少做点宣传，我还轻松点儿。快点吧啊，不要让你老头看到。哎哎，包哥，你把那个反光板给我举了去。举哪点儿？哎，那个对着灯。哎，把盖盖举开噻。哦。哎哎，对准点儿，灯光对准点儿，都能搞，都能搞。哎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张哈。路上买点东西，也不能空气走气。哎，逼死人说，不都是5000块钱吗？我也不会跑。走那边。小船游过千帆浪，打水不安一家人。跑过人家从不拉稀摆烂。今儿把大家请起来，都是希望跟大家沟通沟通。罗哈尔寺这块儿呢，请大家高抬贵手。今儿兄弟特别背了份薄礼，是个小意思。但如果哪个不给兄弟个面子的话，那我就对不起了。爷爷，文字法。要得，我们一定配合你。啊。今天是我的生日了，我也要送你一件爵士的礼物了。美玉佩佳人，希望你能了解我的衷肠。翡翠代表我的心，花心。大哥，我确实喝不下去了。那么让你喝你就喝，喝，干了。说，你到底是干了没有？还好这
你站不起来了，哎呀，我喝多，哎呀，我不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没干，创都上了，我还说没干，你当我是二啊？请他哪一点？他比大哥强，他比我强吗？你怎么能做出那种事儿来？对得起大哥，对得起我吗？哎，你不要碰我！哦，我跟他对不起大哥了，我跟你，我跟你就对得起大哥了。行了行了，我是对不起大哥，不都是一家人吗？他飞蛇也没留了外人田，不吃亏。可你跟他怎么说也是便宜了外人。我的媳妇让别人给睡了，没人管啊。我们是没有结婚，可是我们有真感情啊。结了婚都没人管，还有没有王法？你是他妈什么律师啊？喂喂，没人管是吧？我今天就要主持这个正义。大哥，这咋个了？嗯，我最恨的就是欺骗女人。你就拿这么个假玩意儿糊弄我媳妇儿吧。糊弄我媳妇儿啊！哎，那个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你给大哥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哎呀，是真的，你拿去吧。你侮辱我的人格，你还侮辱我的智商！你假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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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欺骗了我的女人。假的，哎呀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没。假的，你就是骗我。假的，你就是骗了我。家里骗了我，家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，大哥？你咋了？你说，滚！我跟你说，你这纯属道德问题，我告诉你。滚！我都不信说你。是道儿远。不是没有好人的。哎，皮，还是你说的对，道德。还顺便，大哥，你说这个东西发的太像了，啊？你说这个跟真的有什么区别？像真的，也就是说不是真的。那咱来个调包机呗，给他换个来不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啊？调包机？就是啊。有病呐？有人搁这杯子？哎，哪个杯壳坏了？有新的没得？没得，轮子坏了。小军，哟，大哥。哎，哎，是李叔。哎，我来打把手。哎，不，没得事，没得事，来。你吃了？啊？你吃饭了，大哥？啊，吃过了。哎呀，啥子东西嘛，那个菜。没事。弄了先趴那儿。自从给那些棒棒开了会，不都没得事了噻？那叫靠山镇虎。不过那个怕火候今日把吹掉啊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：“五行相生，里病外症。”要想去块内火，你晓不晓得？
操，这天气还去不了，我喝，我是起的差不多了。早晚要得神经病。哎，你要是能不讲，老子就光起屁股在街坊北跑三圈，你信不信？啊，你信不信？嗯，咋的？茶叶霸道哎，给我留点。你要是送500万，先借我5000，把驾照还回来。中了没得？中个屁！都差三个数了。还能给我留点中不？不过门锁到了呀。啊？门锁到了呀。打不开了。啷个搞的嘛？你这里锁了不是？来，我来。黑的，站长，耶，换黑服了哥。哎，不得行了，哪样东西要赔哟？你有病是不是你啊？不是啊，我看到他穿了的，看嘛，看是我你怕了？你大哥说你怕了，你怕了？是看到的噻。我搞那几个就摆我和老师聊，我搞的，想找事是不是啊？啊？对，那你大哥是哪的？不要回答，你耍流氓噻你。没得翻过去，看两边锁了没得？慢点啊！流氓！谁耍流氓了？你耍流氓？谁耍流氓？好了，站过来。欢迎大家来参观，大家欢迎。有人没得？点嘛！咋的？我拖拉去嘛！快点上！在这等黑皮。打烂一个青花。那我说豆子100块钱，你们那么多人都没抓到。大白天的在那跑了！哎呀，那个男的跑得比狗还快，撵都撵不到。我操！行了行了，没得事了，把座位看了。
老大，省的事儿啊。三宝嘞？三宝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吧？在咱那挣钱吧？你师傅宝子，你是不是给我把这几个就药费包过了？一下上两个月，那个一下500多块钱。哦，快了快了。你跟这三宝说，喊他不要回来。工作忙得很，厂里忙得很。是他肯定让三宝调。不要再抽了，嗓子都哑了。我早就看到他不对头。那个娃儿那个鬼迷心窍，天天抱着个彩票想发财，我那个一点也没想到。高山镇府，高低儿下量，高低儿下来也没找到那个鬼儿子嘛。要不然报警嘛？报警，报警三宝都完了，他屋头也完了，外婆也完了。你说他们会把那个卖到哪点儿去？走，鬼儿子。就是到北京也得把他找回来。在那点顶到你累不累？你不怕餐食在菜头？最后一次见三哥好像是昨个吧，前天晚上。前天晚上在看球，你知道吗？昨凌晨在看球 ，A 米的国米3-1，啊，绝对3-1，是前锋，7年都没赢的了。前锋施纳普纳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啷个施纳普纳？舍不金科。施纳普纳。舍不金科。A C， 没问题，你放心。舍不金科。
终于赶上了。是你呀，好久不见啊！还给我，这块石头不属于你的了。还给我！啊，蜘蛛侠呀！喂，王爷真够专业的。哦，哦，这个要吗？不要。那我放下了啊。
这逼不在服务区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去哪儿去哪儿。哎，啥声音呢？神经病，你也天了眼呀？讨厌！电话都不接，还告诉我，说好见小何，他也没得信。沉住气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绝了，中西合璧，真的。幸好你没搞设计，你要搞设计啊。那可就没得饭吃了。喂，是环球大发展集团公司董事长处金凤手下。你哪个？那位不重要，您要的货在我们手里，有兴趣谈一下吗？有个人说，我们要的货在他手头，是个老头儿。以后这种事情自己弄清楚再来找我好吗？干！不，对。怎么回事啊？四二分二十五秒。45秒。好。看脑袋。北京烤鸭，尝尝嘛。想压价，故意说假的。大哥，我跟您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什么时候偷过东西啊？我什么时候偷过您东西啊？你说，那个石头从哪儿弄来的？我不要得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暂停暂停，拿出来的！怎么弄出来的？我先去买了块赝品，然后我去拍照，我趁机都换了。你说拍照就拍照啊？那。厂的厂长是我爸。不是说你把那个真的给了晶晶，我们用那个真的换了个假的。你他妈胖妞还真下血本啊？那你怎么说是假的呀？我说了真的吗？你要打我的吗？我打你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是我的。要不然我们再换回来。啊，
换回来，一定要换回来。给你老子打电话，10个小时之内用翡翠来还人，不然的话，我弄死你！我们没做过这买卖啊，这是绑架呀，我们不专业啊！我让你看看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专业！我让你看看什么专业！回来的号拿出来吗？那个龟儿子那是花了1000块钱路费。刑警组织的通知说，国际大盗麦克已经潜入我市，目前呢目标还不太清楚，等会儿开个会。好，要得嘛，坐好。老鲍，啷个弄出这个样子了？哎，你莫管，人能不能帮我找到？那个失踪的谢小萌是你啥子？厂长的娃儿嘞。他木头的人不来报案，你来报个啥？哎呀，活到脑壳，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嘛，你就说能不能帮我找到。黑皮不会出事儿吧？他不会点了怎么办？给他个胆子。来吧，小公子。给你的爹地打个电话。喂，爸爸爸，快来救我！快救我！我被绑架了！快救！喂，爸，说话呀！断了，接着打，哭，哭着打。爸爸，你是谢小萌他爹？我跟你说，谢小萌在我这儿，拿着翡翠来还人，否则的话我就……这撕票个嘛，我晓得，谢谢你，我一天都不想见到他。喂，哎，我没说清楚，是谢厂长吗？大哥，我派出所嘞。有人反映你娃儿谢小萌失踪了。你在这儿给我听到，不要找那么多来演戏。你要把我过的桥，比你走的路都还多。看，那合同还差10来天的了。老谢，我知道，我晓得。啊，你现在快破石头，值几个钱？
我跟你明说吧，我也不差你那几个。我晓得，提现成我那块土地个嘛。要是我把钱还给你了的话，那个地都不用卖了噻。因为你还了钱，你就翻身了，还不是空壳子一个？哪个说我是空壳子？我们厂里还有200多人噻。哼，那是200多张等着吃饭的嘴呀。你喂不饱他们，他们就反过头来吃你。这个年头，自己亲生儿子都靠不住。狼吃肉，狗吃屎，优胜劣汰是生存法则。如果你跟我合作，这一层往上，通通都是你的。看来你是吃定我们厂了。我不是说兼并，我说的是合作。哪有这样的爹呀？自己的儿子都不管了，禽兽不如。不对，他是认为我没有胆子呀？他好眼看人，他瞧不起我呀？不，我得死样，我死样啊！喂，谢小梦，离得拉点儿，老婆，哎，好快，过来救我呀！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谢小梦就在我这儿，你拿着翡翠来还人，你要是敢报警，你自己负责。翡翠，今晚1点钟，罗汉寺街口路灯底下，你带着货来，我明儿来取。我警告你啊！只许你一个人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阿弥。
自己想办法。干嘛呢？您这个胖妞子。对不起。胖妞子，怕什么？怕什么呀？你不觉得我们太快了吗？太快了！我等的花儿都谢了。哎呀，被你看得不好的。怎么看谁看你？把名字。那干嘛？那干嘛？开灯泡。大哥，大哥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你都看见了，你得替我作证啊！我喂，不是故意的，哎，哎哎哎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别走啊，大哥！哎，大哥，别走啊！那个叫玩玩啥子？完璧归赵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命大呀，
总算没回来我们厂，终于找回来了。包括那个都拿给我嘛。啥子？那个。你要的是啥子？我留个纪念。走。那龟儿子骑个摩托车，你老子两百米都晓得是假的二五零。老子一侧身，然后飞起一脚把他从车头踢下来，那娃儿啪的一声摔在地上，然后爬起来动，结果运气嘛，又到车撞。老公，你那招徒弟鸳鸯脚确实霸道。会唱儿歌，他能给懦弱者一坚强。也能给勤奋者一韶光，只要你把它爱在心中啊！哎，你说，哎呦，抓着了啊！哎，我那个车灯好久陪我。看看看，你这个厂里说保卫科科长，难怪不得脾气那么大，爱打人。以后我就是你的领导，你放心，我会好生照顾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啥子意思嘛？啊？老谢，老谢，谢经理，啥子事？你是不是把我们厂给卖了？哎呀，等会儿再说，我会给你发通知的。现在起，大大团集团公司董事长何华先生给我们辞职。谢谢。大家好，媒体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在这里有两件事情要宣布。第一，就是 B 公司以850万的高价收购下了华夏资本家一块非常罕见的翡翠。第二，就是 B 公司将与曙光工艺品厂啊深度合作，继续开发这片热土，届时会有一个非常高档的酒店式公寓在这里拔地而起。关了，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老板，你住手！老板，不准打嘴！你不要乱来！你不要乱来哈！你不能！报告，报告！谢经理，你个老杂皮！你当初是哪个说的？哪个说的？你口口声声的卖石头旧厂，厂里的老老少少都指望你开工，你个龟儿子把全厂人都卖了，你良心到口吃了！让开！我就晓得这个老头儿迟早要就范，他倒可能逃得出我们的魔掌嘛。魔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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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魔掌啊！200万的生意让你做成1000万，你还有脸跟我混？给我滚！喂，就了点小意外，情况还在我控制中。搞成那个样子还小小意外？你还搞什么？我的招牌是讲诚信，跟你老板说，我一定完成任务的。哼，现在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了，你个人去找姓冯的。哼，喂，
这么大投资让你毁了，你还有脸跑来跟我要钱啊？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，我把你供了又哭了嘛，把你哭了我又皮了嘛，工头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这几年算你吃了舒服了，你做的事情我都想干，做八辈子老的狗。 喂，我顶你个肺呀！跟你说了，秦经理已经不在这儿了。他让我来找房子，我的驾照还在那里。余姚妹吗？哎呀呀，我是来管车证拿驾照的。不好意思，没有余姚不能进去。
哎，谁等哪个你？驾照还给我。你认错人了。哎，装啥的装？我一眼都认到你了。耳朵上挂着圈圈，你不是天天在餐厅门口追到起我要钱来？ 所有麻辣的。